Super Junior 的墨西哥招强吻被文性行为打傻眼。给我一个吻呀，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表情。后外国人都这么开放的吗？ Super Junior 展开世界巡演前进墨西哥，录当地节目才开场立刻就被突袭亲恋家，石原更是猝不及防。种种疑似卡优行为被粉丝指控根本是性骚扰，但也是有资源送上门的啦。可能是墨西哥人比较热情奔放，节目问题尺度太大，连西大都吓歪了。이제성관계는와와잠깐만아니멕시코는이게방송에나가요자그럼가위바위보해서진사를 오케이오케이들어오케이자만화가위바위보咔咔咔！保护欧巴们，接下来的续编先跳过。这次强吻起争议，也许只是因为风俗民情不同，但希望欧巴们都有被尊重。乱来的话，不谈哦。